一般人眼中的公園咧，就是我哋平時嚟晨運啦、休息啦，或者細路仔嚟玩下咁樣。但其實澳門嘅公園裏邊係有好多連本地人都未必知道嘅文化歷史嘅。而澳門半島嘅好幾個公園咧，都係被列入咗文物清單，係受法律保護噶。咁啊，講起文化遺產咧，我哋即刻諗起嘅可能就係廟宇啊、教堂啊呢一啲。咁但係其實公園咧都可以好有歷史價值嘅喎。是啊，澳門其實有不少有趣的公園，不過我今天同李展鵬博士就聚焦在荷蘭園和士多紐拜斯一帶的公園，為大家介紹漫步澳門街市認識澳門的其中一條路線——澳門公園與花園。是啊，所以為什麼會選這一帶呢？其實就是因為當時的澳葡政府在19世紀的中後期開發這一區，而公園就是其中一樣重要的建設。澳門曾經受葡萄牙管治，在那個時期葡萄牙人在澳門興建了不少西式的建築物，當中還有很多依然保留住的。是啊， Suri 啊，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身處這個公園是紀念一個華哥的呢？蛤？哪個華哥啊？這個華哥就是華士古達加馬，他在葡萄牙人眼中是一個很重要的航海家，因為在他的帶領底下，葡萄牙人早在15世紀末就已經繞過非洲去到印度，他是第一個經海路來到亞洲的歐洲人。澳葡政府在1898年就修建了這個公園來紀念他，就叫做華士古達加馬花園。在紀念碑上面，除了有他的銅像之外，前面的白色大理石浮雕都雕刻了航海時候驚濤海浪的狀態。我哋會向前行一小段咧，就會嚟到德勝花園啦。嗱，雖然我考下你啊，你知唔知點解德勝花園叫做德勝咧？背後有冇啲咩歷史咧？我都有做過功課㗎。17世紀咧，荷蘭人曾經先後5次攻打澳門，但係都唔成功。葡萄牙人咧，最後戰勝咗荷蘭艦隊嘅歷史。冇錯啦，嗱，當其時澳門咧係重要嘅港口，咁咧係好多歐洲國家嘅爭奪對象嚟嘅喎。嗱，1622年咧，荷蘭人入侵澳門啦。咁當其時咧，葡萄牙嘅軍隊連同負責防衛嘅居民咧，其實得150人左右啫。咁啊，但係都以寡敵眾咁樣擊退咗荷蘭人嘅12艘戰艦喎。都係因為呢一場戰役啦，其中一個講法，荷蘭人咧都係因此而得名嘅。嗱，而家咧，我哋就嚟到二龍喉公園啦。咁啊，呢個公園咧，其實都幾傳奇嘅喎。佢曾經係神父嘅別墅啦，澳督嘅官邸啦，後來成為咗公園。咁啊，二龍喉公園咧，曾經係澳門一個重要嘅水源。咁啊，好多居民咧會嚟打水啦、休息啊咁樣嘅。而且呢度裏邊咧，曾經係有軍事設施嘅。喺上個世紀30年代咧，仲曾經發生過一次冰火庫嘅大爆炸，咁啊，仲炸毀咗裏邊嘅建築物添。是啊，二龍喉公園其實跟松山是相連的，而山上面依然保留住當時由澳葡政府興建的一個軍用防禦系統的，例如有松山軍用隧道，而公園都發展成為後來澳門市區內唯一有的動物園公園。介绍完几座西式的公园之后，现在我们来到卢廉若公园，它是澳门独一无二以苏杭式园林风格兴建的公园。公园入面有奇峰怪石、溪水瀑布、回廊交错，为参观的游客带来一种冒险的感觉。是啊，其实我小时候都成日来这个地方玩的。咁咧呢度咧，其實係澳門第一代賭王盧華兆嘅故居。咁啊，除咗係中式庭院之外咧，亦都有西方建築嘅喎。例如我哋身後嘅呢個春草堂咧，就係南歐風格啦。咁啊，盧家亦都曾經喺呢個地方咧接待過孫中山先生嘅。後來澳葡政府收購咗呢個地方，喺70年代對外開放，成為咗今日公園。今日澳門其實人口非常密集，其實我哋好需要公園嘅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呢幾個公園咧，雖然唔係好大，但係裏邊有好多澳門嘅文化歷史。我哋行公園其實可以更了解澳門喎。今日
日咧，好多謝曬李展鵬博士啦，為我哋介紹咁多有關澳門歷史同埋公園之間嘅故事。如果觀眾有興趣嘅話咧，都歡迎親身體驗漫步澳門街市，認識澳門公園與花園呢條路線。